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相信有不少小伙伴都有一个出国梦，尽管我们国家的山美水美人也美，但是在这片土地生活久了，却总有一种想出去看看的冲动，不为别的，就单纯为了感受一下异域风情的味道，见识见识。今天小编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县可以称得上是全国最牛的县了，因为不用刻意做出国旅游的计划，走两步就能跨国了，而且还是连跨三国。这个县就是有名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了。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是因为这个县内布满了各种巨石碎石，而塔什库尔干在维吾尔语中有石头城的意思，因此便取了这样一个名字。由于名字太长，我们就简称它为塔什库了。塔什库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西部，它同时与塔吉克斯坦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三个国家接壤，总面积超过25000平方千米。常住的4万人口中，至少包含了汉族在内的10个民族，可以说是相当有异域风情了。作为我国最著名的三大石头城之一的塔什库，除了自己本身以外，县里还有其他像乔戈里湖、喀拉库里湖这样的景点。不过这个县最值得一提的还要数这里的美女了，她们一个个肤白貌美，身材窈窕，但令人难以接受的是，这里的姑娘是不允许嫁给外地人的，据说这是当地的传统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都已经改革开放这么久了，有些不利于当地发展的传统是时候摒弃了。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